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燕生活家手作间。今天我们做一个漱口袋，我们需要准备两个颜色的表布，一块里布，还有漱口绳。我们先裁表布和里布各一块，大小为20×30厘米，并且加上7毫米的缝缝，然后沿着裁剪线把布剪下来。再裁一块表布，大小为16×12厘米，我们先将12厘米的边往里折5毫米，再折5毫米，用熨斗熨平。另一条边相同的方法处理。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。然后我们将折好的边缝合起来，接着对折，将这块布剪成大小相同的两块备用。我们将大的表布正面朝上，将刚才准备的口布对折起来居中靠边，然后将里布正面朝下，将三块布对整齐，这条线缝起来。另一条边相同的处理方法。缝好之后，我们翻到正面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们再翻至背面，我们来进行缝合。我们将缝缝对齐，在里部的位置留一个反口，然后将除反口之外的地方全部缝起来。缝好之后，我们来抓一个6厘米的底，像这样折一个角，这个角是90度，中间的一条缝线正好是这个角的角平分线，然后从顶点距离3厘米的地方画一条垂直的横线，这条横线就是6厘米。然后我们将另外三个角相同的方法处理画线。我们沿着画的线把它缝起来，缝好以后我们剪掉多余的角。然后翻到正面来，整理一下反口，然后用长针缝把反口缝合起来。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，我喜欢你。这样我们的缝制部分就做好了，我们把它翻到表面，整理一下角。我们可以在带口的地方把缝缝刮平，然后压一道线。
然后我们穿上束口绳。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煎熬，别气恼，我多难，这样我们的束口带就做好了，我们拉上试试。我们的这个束口带没有完全封好，因为我们的口部做得比较短，如果大家希望能够把口封得严实一点，我们可以裁一块长一点的口部。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和点赞吧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提出您的宝贵建议，我交流手作的心得。